大家好，我是方国山。日出康城的商场 The Lotus 下星期就开幕了。咁作为日出康城开村的议员，大家都很关注，亦都希望呢我哋大家唔使再逼埋喺一个超市度，终于有得拣。咁大家都好关注究竟商场里面有啲咩设施嘅，大家都等唔切㗎啦，我一于带大家去睇下。日出康城商场占地48万尺，有6层高，地下是康城公共交通交汇处，我哋简称 PTI。大部分去康城的巴士小巴都会兜入去这个巴士站的。而一楼呢就是商场停车场和 Montara 住宅的大堂。二楼呢就是康城站 B 出口的入口。而食肆呢就包括有鼎王、鱼居、Pizza Hut、大家乐、药房、日本城、优品360。当然还有占地20000尺的 The Fresh 超级市场和溜冰场。去到三楼仲多餐厅，有牛戏、隻宴、山一和食、陈勤记老鹅饭店。生活店铺上就有速展、牙医、有地产铺，仲有一些名牌店和化妆铺。而四楼除了有 Starbucks、Outback 和 KFC 之外，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室内游乐场和全将军澳最大的戏院。最后去到五楼就是一个小型的空中花园，可以欣赏到将军澳南的海景，甚至远眺到港岛区的。介绍完啲商铺，住在康城的居民最想知道的就是怎样走去商场最近的了。我立即带大家去看。康城商场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入口就是这个康城地铁站 B 的出口的。但是呢现在你看到会有些窄封住，但嚟緊咧開咗之後咧就會變成咁噶啦。第二個商場嘅入口咧就係、近首都同埋進營嘅街坊，咁係一個有蓋通道，就喺大家樂嘅側邊。然後咧就透過呢個通道咧就可以無縫咁樣入到去商場噶啦。咁左手邊就有部升降機，咁原有呢20级樓梯咧，我哋就要求佢改作咧電動扶手梯。咁然後另一邊咧就有一個咧。是斜台呢是可以上到去，那我们要求港铁呢是尽快改善的。那进营的街坊呢就可以呢经这个特别大道，这部升降机就可以上到去条临时天桥呢就可以入到商场。那也都有一部呢来紧的新开的升降机呢就在大家乐那里呢也都可以上到去这个商场。而二期的街坊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有蓋通道呢一路沿住直行，就在这里呢溜冰场隔离这里的入口呢就可以去到商场的了。如果大家住在骏海和 LP6 的街坊呢，最近入商场的呢就是这个入口，一入去呢就是二楼的商场，还有呢也都可以直接去到呢地铁站的 B 出口，这里呢就是骏海和 LP6直接透過呢個入蓋通道嘅天橋咧，就可以去到商場噶啦。我哋而家喺日出康城商場嘅第三個入口，咁咧就靠近五期嘅 Malibu 同埋咧三期嘅智藍天。三期智藍天同埋 Malibu 嘅居民咧，就可以透過呢兩條天橋咧，就可以直接去到商場噶啦。大家遠眺咧，出邊嗰條咧係八期嘅天橋，咁隨著我哋第7、第8、第9期咧一路入伙咧，越嚟越多天橋同埋一啲有蓋通道就會開放，咁就方便大家咧從唔同嘅通道咧係去到康城嘅商場。日出康城將會咧係越嚟越方便嘅。如果大家中意我嘅新片咧，可以 like、share and subscribe， 同埋撳埋下面嘅link。咁我哋再有新片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噶啦。拜拜。